局长、副局长、专委，还有我们的卢主委，还有林海议员、梅娟议员，还有在座我们许多里长，还有我们的议员同事，还有很多家族中的小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真的很感动啊，很感佩我们青年港都持续做爱心，一直做爱心。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到那个义大游乐世界，对，除了捐赠100万以外，还招待了许多的家族中的小朋友，然后呢玩了一整天，大家玩得很开心。那我当然也是跟着玩了，我们还做了一个旋转木马，我带我的女儿一起去，然后做旋转木马，然后玩遍了整个义大游乐世界的游戏。在那这里就可以发现，小朋友真的很可爱。那他们会有这么快乐一天，真的要感谢青年港都发挥他的大爱，他的爱无所不在，不止带小朋友去游乐世界玩、体育馆，还有看电影等等的各种形式，在造福我们弱势家庭。那南加福中心也是做得非常的好，所以才会有两个这样子的团体结合在一起，造福更多的人。那我对南加福中心也非常感佩，所以我是菜鸟议员，我当选之后选举决议款。有一部分也是捐给南加福中心。哇，爱心的意义啊！到现在我服务处还有两个那个加福中心的不满宝宝，还放在那边、哦，来服务处的人他可以自由乐捐，满了就把它送回去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好事我们大家继续来做，一起做，然后推广出去，让更多人跟着青年港都的脚步往前迈进。我相信整个社会、整个台湾会越来越有爱。越来越美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副总和议员，谢谢。